说，在赌神退隐之前，曾经送出两块玉牌给对他有恩的人。只要谁能够拥有这块玉牌，就可以要求赌神出手相助，达成在赌国必胜的美梦。如今有一块已经无故回到赌神手中，剩下另一块至今下落不明。干嘛不发牌啊？怎么，钞票是假的？抱歉呐，风浪太大了，抱歉。为什么不发牌？是不是赌得很大？是啊，他压了20万。我跟你赌，那就尽管来啊。你休息一下吧。各位老板，请到那边去发财啊！好，到那边去吧。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新牌哦，要不要检查一下？可以了。这牌，发牌吧。S 面，要不要买保险呢？我21点先赢钱，你省省吧。好。哎，捏那么久打麻将啊？想一下不行。香烟，抽吧。20点，好险啊！还要拼吗？白痴才会要。你要不就好了吗 ？S， 还是 S， 又是 S， 啊，14点了。还得拼呢，21点，哎，好，范叔，你带多少本钱来？1万，拿回去。谢谢。哎。把你的 S 带走啊！想吃豆腐啊？对不起，风浪大。滚！我去看看锅里稀饭。哎，先拿出来。什么啊？先拿出来啊！什么东西啊？叫你拿出来。你说的是什么嘛？你还跟我装迷糊，这是什么？我自己的。啊？哦，你自己的。你不要烦我，我还要主持。
还装迷糊，我说你看到人家的钱了。你不是看了人家的 S， 恶人先告状。再快点！不要硬撑，不会休息一下再练呐？还有2个月就是亚洲赌局了，如果还练不成功，那就是白费功夫。没错，捡个同花顺。眼要快，心要静。我说过心要静，你干嘛那么着急？一急就会出错，所以你还不能出去赌。如果不让我去，我怎么知道自己的功力有多深呢？我就是不想让你知道你的功力有多深，这样你才会全力以赴。可惜我瘫痪了，不然的话，我既可以训练球杰成为亚洲第一快手，当然也可以训练出第二个来。都是我不好。如果我行的话，就不用等阿杰出来了。没关系，我都等了那么久，还有时间，你多加点油吧。高呼，我是我，不肯轻率改变，求自由的冠冕。韩叔，还有10分钟就到了。永飞，你都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发到第4张牌，你一敲桌子，我就不跟了。千万记住，你最爱自作主张。阿杰，无论如何都要跟他拼到底。你知道山本太郎这个人，输给他的都被他赶尽杀绝。如果这次让他赢了，我们以后就很难混。不要在车子里面抽烟，把它灭了。是，范叔。二叔啊，再加20万。想不到黑桃 S 到我这里来了，我不跟了。你不跟，我也不跟了。同花说话，50万。赞赏，你还有1000万在我这里。哼，我这艘船起码也值1000万。Thank you.
居然敢背叛我，算我瞎了眼！谢了，不许碰！这点钱我还输得起，只怪你自己太不中用。哼，现在是我做主，男人，他们来之前都收了我的钱，现在是我的人。慢住，走，不能让他走。慢住。 快走！快走！走！ 翅膀，跳啊！快走！哎，白叔，快走吧！不行，不行啊！我的脚没有知觉，你快走！走，我扶你。 傻乎乎的看着赌船有什么用呢？振作一点好不好？哎，我有个朋友，我跟他搭上了线，他可以带你上赌船，然后你就可以杀他们个片甲不留。不行啊，范叔会不高兴的。哎呀，偷偷的溜上去，没有人会知道的。不然你一定会死不瞑目。我不是想上船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。 这艘船以前是范叔的，他在船上看着你长大，他很照顾你，又教会了你很多很多事情，没事还找你去他们咖。为什么你每次说来说去都是这一套呢？换点新鲜的行不行啊？没情调。你还不是每次都钓不到鱼？谁说我钓不到鱼的？看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跟你眼睛一样小，哪里像鱼啊？嗯。 你说什么？哇塞，于小姐，于小姐，你想干什么呀？你想干什么？你不想活了是不是？我扁你啊！玩真的是不是？你死定了！来吧，撞你、打你、踢你，去死哦！谢谢。来来来来，哎，炮哥呢？炮哥，这船尾啊。 我没有接到詹先生，啊！一票人接个人都接不到，你妈个头看什么看？你们这群猪生狗养、吃屎长大的，不要害得你妈天天让我骂。妈，你不服气呀、啊？詹先生提早一班飞机来了，那你不会去查，笨得跟猪一样。涛哥，客人路上船了，来了。
就是这条船。老范在不在？范叔，真没料到你会料到这步田地。这几年来，我在外面赢了不少人，学到很多东西。这些都得感谢范叔你啊。还干了很多坏事，我不知道。 看法不同，我就是不会看，才看错了你。你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？范叔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亚洲赌局就快开始了，阿杰也马上出狱。你输给他过，你怕看到他？阿杰他是亚洲第一快手。哎，我今天不是来跟你谈这些，我想跟你谈生意。赌神牌你要多少钱？哼，如果玉牌在我手上，你还会坐在这里？你想等阿杰回来收拾我？ 挽回你的面子，范叔，这些年我可不是白混的。我赢了泰国的茶差，日本的 Yamada 桑，我打听得很清楚才来的。是你喝醉了酒，跟他们说玉牌在你手上。哼，就算我有，也不会给你。都要死了还抱着不放。那你杀我？这么说就没意思了。 别生气，我只是跟你商量。白叔，放松一点，夜深了，早点睡啊。卖苹果那混蛋，他骗人，所以我才多摸了他一个。来，站稳了。 找到这个地址，把这个东西交给一个叫吉叔的人。你为什么不肯告诉我？昨晚詹永飞找你干什么？一定要等到吉叔本人才行，里面的东西很重要，到时候你就明白了。 你把事情处理完之后，就自己走了。老大，我这条命是你捡回来的，我跟你跟到底。是吧？范叔神秘兮兮的搞什么飞机啊？技术又是什么人？听不见。不知道。 看，看里面是什么东西？不要看，看也又不会死。范叔不想让我们知道，不准看。他叫你死，你又不去死。 人命啊，还不拆掉！
你是不是被晃点了？等他来啊。 詹先生，这封是范老大打出去的电报，一共二十几封，每封都是打给不同的人、不同的国家和地方，里面什么也没写，只有几个数字。詹先生电话。詹先生，他现在离开火葬场了。带他们上船。是，詹先生。几年没上来了。 这艘船变成什么样子？是谁在瞎搞？是谁出的主意漆成这种颜色？那些是什么？废物，全都是废物。所以说了，你把好的给人家，人家不会用，就变成废物了。废你妈个头！阿炮，真是没大没小。 玉牌在哪里？阿基，你说当老大都是这种货色，下面人怎么会服呢？你到底说不说？这条船可以还给你。这艘船本来就是我的。我多付你1000万，买回我这张腿。1000万够你活的了。你要我相信你，我还会相信你？不要浪费时间。 警告你不准打开来看的吧！范叔，范叔！是谁把这个地方炸死的？他妈的，王八蛋！等鸡哥回来，叫你们好好看！范叔。
他们的人都在门口。老大，要不要进去？没必要得罪詹永飞，走吧。先生，中午到现在都没有人来，有没有人来关你屁事啊？少在这唧唧歪歪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算我多嘴，对不起啊。没有人来祭拜又怎么样？我们高兴做到天亮。哎，朋友，如果你进去拜范老大的话，詹先生叫你最好还是不要进去。哎，你进去的话就是不给詹先生面子，你听见了没有？来宾祭拜。翅膀，对不起，不要把范叔照顾好。我知道大家都很辛苦。范叔也算在天有灵，你可以回来替他报仇。我以后不再赌了。我这次回来是想过些平常的日子。我要找我的女儿。您保重。来宾祭拜。我收到范叔的电报，是他叫我回来。有些东西他叫我交给你。不用给我了。阿杰，还认不认识我？上车。你也很清楚，亚洲赌局马上开始了。我希望你帮我，不过我要你输。哈，我随时可以准备1000万美金给你，只要你点头就行了。对不起，我决定不再赌了。你不赌？失陪。既然你不赌了，我也不能勉强你。不过，你真的要赌的话，我希望你帮我，因为这一次我输不起。你放心，我说过不赌就不赌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开车。詹先生，裘杰回来了，刚离开殡仪馆。没说姓什么，他说你见到他就知道了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今天。我们女儿呢？在你表哥那。
什么人呐？表哥。什么时候出来的？欣欣呢？你回来的正好，你女儿在里面，你快点带她走吧。哎，阿杰，阿杰，你听我说，进去看他搞什么鬼。你老婆跟人跑了之后啊，没有人敢理她，谁碰她她就打谁。她现在不会认得你是她爸爸了。欣欣，阿杰，不关我的事，是我老婆叫我这么做的。好好好好好。你为什么要锁住他？他是人呢！你自己不会看的，他像条牛一样乱冲乱撞。废话少说，快带他滚！欣欣，表哥没用，我对不起你，不关你的事，是我对不起他，是我不好。你这小杂种，弄得我一身白粉，还不赶快收拾干净，出去被车撞死。好了好了，继续打。意大利面，来，啊，用叉子吃。来，自己吃啊。慢慢吃啊。以为远方的风能吹上我的头，以为黄昏的天边有渴望的温柔，只是这颗对你的心。我不是走，是上厕所。试试看。有些东西一辈子都不会变，这还是八年前的 Green Island， 但是有些东西就变得很厉害。时间可以把垃圾变成石油。你现在这样算什么？等什么？现在只剩两条路，要么就把赌禅结束掉再去搞别的，
要么就弄好他重新来过。在这儿看人谈情说爱干什么？有什么用？记得当年你为了当亚洲第一快手可以连我也不要，现在为了女儿可以连亚洲第一快手也不当。爸爸有个蟑螂啊，不怕不怕，爸爸帮你打死他啊。嗯，这蟑螂死得好，真是死得好，给亚洲第一快手打死，哼，真是该死。不好意思啊，哎，他们两个呢？他说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，所以先走了。啊，我也要走了。嗯，这份礼物送给你 ，Happy Birthday， 一点小小心意。不过你已经有了一份最好的礼物了。拜拜。拜拜。连我这老朋友也不知道你今天生日啊，这妞还真有情义啊。欣欣，好乖，来下来啊。Excuse me， 洋鬼子。嗨，詹先生想见你。你去替我告诉他，我不想见他。哎哎，我不是逗你玩的。我叫阿炮。亲爱的，借我们用一下。你不给我面子，我也不给你面子；你不给我钱，我也不给。不给我打的你给。干嘛不叫人呢？我打死你！阿光，你还不叫人呢？哦，我忘了你嘴巴被封住了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两个老爸都在，也不需要叫哪个才好。哎，表哥，我老婆想跟你谈点事情，进来。上次你鬼鬼祟祟来找我老婆，我看你们谈得不够，今天我特地叫她来，让你们谈个过瘾。放开她！啊，你敢出来？你出来，我一枪轰了他脑袋。你对我凶什么凶啊？今天不是我来找你聊天的，是我老婆来找你聊天的。聊啊！我想要我女儿。你说给自己听啊！我想要我女儿。啊，听见了，原来是妈妈想要回自己的女儿。那事情就很简单了。听着啊，如果你两天之内不来要人呢，我就不敢保证能不能把它完整的还给你了。别吵。棒槌，还出来这边干什么？走了。对不起，阿姐啊，哎，对不起，连累你。我想我不可以再打搅你。哎呀，没关系，别傻了，你看我现在都没事了嘛。不用了，
我有自己的打算，你进去吧。哎，进去吧。阿杰，我已经告诉翅膀了，他现在去找詹永飞。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这些钱是你留下来的，还给你。不用了。不要跟他们斗，阿炮他变态。你为自己打算吧，欣欣我一定会要回来的。你干嘛跟管闲事跟他斗？你上去是找死，范叔也被他整死了，他根本就不怕你。你算老几？我就是因为范叔，我不怕死。找谁啊？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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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失火了！哎呦！哎呀！哎呦！有一套，身手不错。今天到此为止，下次再谈。是，张先生。你知道我上来做什么？这么赏脸，现在才来找我？欣欣呢？就这样来要人呢？你是谁呀？你他妈的两手晃啊晃啊的就踩上来了！哼，抓了个小女孩在手上，你以为你就可以当庄家了？啊，真识相，你还知道谁是庄家？坐。怎么说，我们也算是师兄弟。既然你特地上来，叫你就这么走，你一定不甘心。可是叫我放人，我又不开心。好，我们现在就给你个机会，跟你赌一把。你要是赢了，就带小鬼走；输了呢，你就给我脱了剩条内裤走出去。这是一副新牌，检查一下。不用。我赌了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跟无名小卒在一起赌过，你是第一个，算我给老范面子。切不切？我们简单一点，只要你拿到 blackjack， 就算你赢。拿了两张 ace， 但是在发牌之前，你把两张鬼牌换成了两张 ace， 四张 ace 都让你控制了。哼，我根本没有机会拿到 blackjack。你厉害，我没有你快，我认输。
可是名牌的，哎，先穿我的衣服。不必，我请，我认，我会穿着内裤走出去，至少我上来撑过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回来的。哎，表哥，幸好你来得快，不然你就错过刚才的精彩镜头了。你终于来了，我以后不会再赌，你收手吧。收手？我打算玩到底的。秋姐，你是亚洲第一快手，亚洲赌局只有你跟我玩，你怎么会放弃呢？把女儿还给我，你要怎么样都可以。我怎么能相信你？除非你把你的快手留下。我早知道你会这么说。干什么？有什么好看的？走开！先劈着。不用，我输得起。输一两次有什么关系呢？翅膀，是不是不服气？如果够狠，就跟我上去干掉他！你想干什么你？小妹，你上去有什么用吗？放手！你踩上去，是不是想多求一次？在开心呢，泥鳅，那我算什么？人家不理我，我还不知羞耻的在这里等。不要说那么多了，来。
早餐送咖啡红茶。早餐送咖啡红茶。早餐送咖啡红茶。先生，要吃点什么？两只热狗。好的。红茶。哎，我叫冰红茶呀。你只说红茶。聋子都听见了。你要我等冷了再喝啊？对不起。哎，那你喝给我看，喝。翅膀，不要这样。你是不是想要我砸店啊？啊！对不起啊，他是找麻烦。放开我了。先坐下，坐，喝点水，来。哎呀，翅膀是你自己同意开快餐店的。你死心了好不好？我现在说关掉他行不行？你，阿姨，我先进去。星星，乖不乖啊？啊，乖。今天我带他到学校拿新制服，他玩的都不想走了呢。是吗？哎，坐。啊。阿姨今天帮我买了好多书，还有新衣服。哦。阿姨今天中午吃的是什么？自助餐呢？对，自助餐。自助餐呢？我不差你们喽。还有什么我可以帮你？这阵子多亏你照顾欣欣，没想到她那么喜欢你。过几天我就要回美国了。这么快就走了？我还以为你可以照顾她到开学呢。照顾完欣欣又有别的事要我做，那我不是不用走了？可以不走，那就不要走啊。别开玩笑了，连保姆费你也想省掉？其实这次回来最主要的是把范叔的东西交给你，没想到就是这件事没办好。那些东西我不会再碰了。你是死心了，但是翅膀不会甘心。最无辜的就是小妹，她不敢告诉翅膀她有了身孕。翅膀一整天都不知道去哪里，给他一个机会，拿范叔的东西出来，看看能不能帮他。没有第二种方法了吗？我就是怕他用第二种方法。等一下，江先生，电话。陈先生，他们现在到了火葬场了。那只死老狐狸。
封信。你们俩在这干什么？这边有人在跟踪你们呢。我拿了范叔留下来的东西，看能不能帮你。先回快餐店，把箱子给我。记住，后面那条路走。我要跟你一起去。你不能跟我去。你知不知道我很担心你？有人在跟踪我们呢。上车。我不想你出事。开车。我没想到会弄成这样，不过我想翅膀会没事的。你拿回去交给阿姐，麻烦你停车。你知道我不可以没有翅膀，麻烦你停车。快餐店又卖船，搞那么多花样干什么？我当然不相信你就这样算了。把盒子扔过来。扔那么远，发脾气了？小心，等一下我把你内裤也扒光。你觉得怎么样？痛不痛？没关系，不痛。弄成这个样子还说不痛？我说痛，你绑得下手吗？先起来。
上船呢？要陈哥一起撑下去。他只找我一个人，关你什么事？我是你的马子，你怎么可以叫我一个人走呢？我现在自身难保，怎么照顾一个瘸子？我已经撑过很多次了，我还可以站起来。还可以站起来？不要赶我走、啊！你站给我看看！不要！你站给我看看吧、啊，你！快走，上船呢、啊！我不要玩了，不行了，我不玩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要在你身边。你不要跟我走。起来，上船。去，抓住他！唯因你给我好日子，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，多少风波都愿闯。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，不可再争总有天意。珍惜相处的日子，告别话亦未多讲，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。沉沉睡了，分享今生的日子，终带上满灵魂，才能心事自然。才甘心披上孤独衣，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，当天一起不自知，分开方知根本心极痴。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，只想解释当我不知。
今想建造港，谁知剩下绝望旧身影，今只得炽烈伤心的句子。沉沉睡了，谁分享今生的日子？活着但是没灵魂，才明白生死之间的意思。情浓完全明白了，才甘心披上孤独衣。有你有我有情，有天有海有地。当天一起不自知，分开方知根本心极痴。有你有我有情，有生有死有义。只想解释当我不知，今想倾诉讲谁知，剩下绝望旧身影，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。剩下绝望旧身影，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。五年前一役，至今耿耿于怀，但又力不从心，只好寄望于你。亚洲赌局应即将开始，已该是报仇之时。为师庆幸得赌神玉牌，但知你本性，凡事皆凭个人意志，不欲假手于人，故使用此牌与否，由你决定。能用自己力量获胜，当然更加光荣。得报此仇，为师必定含笑于九泉之下。今据瑞士银行本票$2000作为参赛之用。范叔，你为什么在玉牌那不杀了我，笨的等我回来找你？阿杰，你的功夫还是这么厉害。上次我们谈的仍然有效。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不赌，所以今天你不能赢。如果你赢的话，也就是我输了。他找你干什么？没事。
怎么样？一万。不跟。没问题，我会搞定的。这次全靠你了。放心。欢迎，欢迎啊，欢迎！我是这个赌局的公证人，四位参赛者请进场。老杨，嗯，你这个庄是在赌家当啊？老宗，干嘛下这么大呢？我向来最喜欢捧冷门，你也知道的。哼，一赔二十，让你打到一赔十了，你可真够狠的。用2000万美金，赌2亿，可以赌啊。今天这位是亚洲区驻拉斯维加斯荣誉顾问，左边这位呢是赌业协会执行会长，右边这位是国际公正协会亚洲区会长。一切裁决由几位大会监场负责，比赛以11局定胜负，谁赢最多就是这一届的赌王，参赛者不得擅自离座，其他细节以国际赌力为原则。比赛正式开始。程先生黑桃三，张永飞方块十，阿杰方块八。方块十说话。10万。三一队说话。50万。再多加50万。阿杰不跟了。我也不跟了。我跟。方块七说话。100万。红花说话。小黑，三一队而已，看你是不是同花。方块同花赢，输家马上离场。真是白痴，三一队也敢赌。你才是白痴呢，人家特地把钱输给他，现在赌稳最多的就是詹永飞了。梅花 Jack 说话。你说话。1万。不跟。詹永飞是梅花6，你是黑桃7，你说话。1万。跟。你梅花8。梅花9说话。100万。不跟。现在是第3局开始。詹永飞是方块6，阿杰是黑桃4。红心6说话。1万。再加100万。不跟。我也不跟。方块 K 说话。100万。不跟。不跟。
我想切牌。我要切牌。哎，抽掉前三张，谢谢。是方块 K， 黑桃 K 说话，一百万，我跟。黑桃 K 说话，薛汉，我跟。桃三赢，输家请离场。现在是最后一局，抽掉五张。请替我抽掉剩十张。詹永飞，不必说了。照我计算，你现在剩下的钱大概还有1500万。我是秀汉。第一把就输了。你现在没有选择，因为这一局是最后一局。如果你不跟，你就会输。我想问问公证人，根据国际赌例，是不是所有参赛者能带进赌场属于自己的东西都可以作为赌本呢？绝对可以。好，我就跟你赌命，我就跟你赌命。公证人，小子跟我赌命，准是赢定了。待会儿干掉你不更好？我不跟。
上界赌王自动弃权，就这样走了，那多没意思。等一下，你不想看看我的底牌？够了吧？还有一件让你更呕的事情，想不到在地摊上花50块买来的玉牌，可以赢到亚洲赌王5000万美金。永飞，永飞，这场赌局谁赢了都无所谓，重要的是我们三个师兄弟又可以聚在一起，以前的恩恩怨怨算了吧。老杨，你输钱有人赢钱，詹永飞叫人在我那儿买了500万美金赌自己输，所以我照跟把全部买在你那儿，记住啊，是一赔十啊。恭喜恭喜，太厉害了，恭喜恭喜，谢谢谢谢，太棒了，恭喜你啊，快走啊，不用帮张永飞下注买他自己输啊，买了，所以现在要跟他比快，如果他不死让他先出手，我们就死定了，真正的赌局现在才开始。你害我输了好多钱，我干嘛要用我的命跟他赌？来日方长，钱我早晚会替你赢回来。放心，我没事。你赢的那一局有很多人输了钱，这段时间可能会乱一阵子。等事情平静了，我会叫你回来的。好，开船。Yeah.
记自己，一个人走在冰冷的长街，想起分手前熟悉的脸，淡淡地留下一句，忘了我吧，还有明天。心碎的声音，有谁会听得见？我告诉自己，爱情早已走远，可是胸前还挂着你的项链。逃离这城市，还剩什么可留在心底？忘记你不如忘记自己。